在台首部电视电影《憨家》入围新加坡亚洲影视学院奖最佳电视电影奖，导演李鼎也入围非剧情类最佳导演奖。在新加坡的影视座谈会上分享拍摄过程与心情。周围很多人都想要定义你，你也希望别人认同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，希望憨家可以帮你出口气。 帮你，也帮我们自己找到对于我们自己的认同。哎，这臭虾人呐！啊，电影《憨家》取材自慈济志工高洪家的故事，年少轻狂误入歧途，在李鼎导演的镜头下，细腻刻画出人性。 在电视自制纪录片《岛屿录》入围最佳纪录片系列奖，是一个网络原生节目。除了记录公路外，也关怀台湾岛屿变迁，希望唤起大家对家乡土地、人文历史的关怀。入围作品将与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15个亚洲国家共同角逐。大爱新闻范秀仪、李建宽台北报道。